29街，我觉得那里的房子很小，很恐怖，然后感觉随时都会倒塌。每个街友呢，他们背后都有故事，他们其实也很希望能回到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。所以这次我们提出了无柄鳄鱼的活动，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找回尊严，让他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可以回归社会，自食其力。虽然我年纪小，力量有限，但我却可以帮助街友。我相信我们这些小小的力量，集结在一起，就可以改变大大的世界。